很好，真的很美，很优雅，又漂亮又美。Very professional, I should say. 真是很美，我觉得很好看。这个舞是我自己编的。然后其实我们在做造型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跟我说会有一场戏在老人院，然后我会表演给他们看。我就建议说，如果说表演，那舞蹈怎么样？然后他说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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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然后他们就说啊芭蕾舞啦，然后你自己来哦。我说啊 OK， 我就给了他们一个音乐，然后他们就在他们自己的 archive 找了一首歌给我，然后我就自己编舞。想有两个 point， 第一个是上面这个，我女儿跳的舞这么美，就是你一看就知道她是学过的，她有底的，她跳得很好。Were you recording?跳给他们看。迪丽，哎，所以我很多才华，可是其中一个才华不是跳舞。我是在中学的时候学芭蕾舞，大学的时候也一直在跳，每天都在跳。那入行之后呢，是在好像啊有戏啊，就是。我是舞蹈员的时候我就有跳，或者是做节目，然后有一个item 要我跳舞，我就会有机会跳啊，然后我就这部戏哦，就是这场戏就有机会跳。